我们到珠海啦。拿筷子，你先吃呗。豆浆什么的搞不搞？我们今天晚上来吃现做的海鲜，惠山蟹。再高的来要虾。我今天早上刚刚做完体检，现在来吃泰二酸菜鱼。排队前面还有一位。鱼就是酸菜的，再来取喜茶了。买到喜茶了，我的是这个豆豆波波茶，我爸的是热巧克力，他的 cream 都放在了一边，我妈的是杨枝甘露。哦呦，看我这个茶的盖子是这么开的，好喝啊！呀，你怎么跟在吃饭一样的吧？你先把那个上面的先吃完了。再喂点。哎，太搞笑了，都弄出来了，掉出来了。谁的？我的。根本不是，你干嘛吃的车上乱七八糟的？我的吸管。爸爸的吸管呢？你爸爸的吸管，妈妈当一次性的已经扔了，在我们车上就这样。本来就说在家吃，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，我刚试好妆，现在来试肠粉，在荔枝湾。说这个吗？谢谢。那我们拿两杯水。谢谢。这家店是24小时，然后我现在点了两个肉肠加蛋。听这感觉，你要不要来个主菜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啊，我们又在旁边的店点了一份肠粉，然后点了一个糖水。我觉得这家的酱油有一点咸。比那家咸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比那家好吃。这边那家不拉肠，这个好像是传统的，都不是我心目中原来肠粉的样子。真的，真的不是很油味，那个酱油不是很滑。这家大厨的比这个好吃吗？啊？珠海的天气太舒服了，看我们家楼下。我们家楼下绿油油的，现在我们在家里的阳台准备来包这个喜糖，这个是我买的喜糖的盒子，然后呢它上面会贴一个这个条把它封起来，这是我们买的所有的糖，这是我们从加拿大带过来，这是力士，这是我爸买的大福，这是巧克力，巧克力芒果糖，这边还有饼干啊，巧克力啊，有机烤花生。看我们这个喜糖是一个小熊，小熊头断了，呀、yeah, ，好恶心、嗯！把小熊的头扭下来，好残忍啊！你吃头还是吃身体？我吃头。礼盒最后弄完是这个样子。我姥姥在帮我穿这个绳子，姥姥穿了好多喜字的绳子了，然后先把它弄直，然后就很容易穿。我刚刚已经叠了这么多个盒子了，下午妹妹来帮我。Hello， 现在是中午了，我们准备出门到小区门口的食街吃饭。今天珠海终于回温了，这是我心目中珠海的温度，只用穿一件单衣，然后看小区很舒服。
它这每个都写时间的，十秒，你看了，就看时。胸口，但是看这是。不给我们进去。那个牛肉丸也一颗。现在吃完饭回到家了，然后我妹妹来帮我。今天有童工。我们现在每个里面品种超丰富，一边上班一边偷吃。把所有的贴纸都贴好，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它绑成这个样子。你咋了？消极怠工。消极怠工。两边就从这个手下面绕过来。刚说他是耳朵。从耳朵这里绕过，然后再把它绕回来。你跟你他的摊位多少？那都是员工福利，不叫摊位。这老板是怎么的？他又不是老板，他只是技术总监。无话可说。我们完工了，70个。我现在来装箱，它这个强迫症非常的舒适，因为它刚刚好可以放下来，我们就随意拿了一个箱子。但是这个箱子，这个真的很像是。一个订单，这是刚好，刚好，哇 ，perfect！ 最后再打包装箱发货。现在是22号早上7点，我们晚上3点多就起来，现在熬到了7点，可以出来吃早餐，超级快就上了。现在我们到了第二家肠粉，样子形状不太一样。现在到我妈妈吃了，是河南的包子跟胡辣汤，北方人。我现在化好妆了，现在到我妈上场了。我妈已经化好衣服了，她现在要盘一个头发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办回门宴，然后现在是这个背景。我们刚刚已经跟所有的嘉宾都拍完照了，现在就准备吃饭。我们现在坐下来了。Hello， 这个人都换上 T 恤了。Hello， 然后我外公，吴瑞的外公，然后带个小花，好可爱。我换装完毕了，穿着 T 恤，牛仔裤，舒服，还有我的鞋。外婆来收每个人的喜糖，都放到了一起，然后外公就一直坐着，外公也不跟外婆说话。你们先走，慢慢走。扶外婆回家，外婆一直说要打包。现在是我回珠海的5天的早上，我回珠海以后每一天气候都不一样，今天终于成功可以穿短袖了。今天的天气好好呀，今天珠海升温了，然后潮气就上来了，到时候是湿乎乎的，地上也是湿的，墙壁上也是水珠。我们现在中午，我们两个人去吃肠粉，今天是年29，明天肠粉店就要关门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也要赶紧去吃。早上就吃了两个包子，一直饿着。IBM， 现在车上已经显示25度了。早上我舅舅推荐我们来的。我觉得他这个有看过。但它皮比较厚，它酱油比较香。它酱油，它这个酱油应该是放了香油，就比较香一点。国内山姆买东西居然是用人脸识别会员，太厉害了。Unlock membership by your face ID。不支持现金、信用卡、微信刷脸支付。
Hello， 现在是年29下午6点的样子，我现在要去我们小区门口接杨迪，他今天下午刚刚从深圳回来，他今天直接就住我家。我上一次在多伦多机场接他的时候太激动了没有拍上，我今天一定要拍上。帮我这次拍到你了。嗯，你没卡？我有卡，我研究一下。我接到这个，这人是谁？看不出来。可以，很好看，有眉毛，有眉毛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全副武装，是这一家，要等位，排队，还要20-30分钟哦。你看，你好，三文鱼金毛，榴莲金毛，金枪鱼金毛，你是哪个？不行，在这里。他在用他的手机播我的视频，有点尴尬。赶紧拍大声，调大声了之后，他说就跟个山寨机。我们来日料店，然后因为怕流感，所以就不能点生的。然后他点了一个啥？他点了一个前菜，一个生的章鱼。我觉得你选这家店选的很好，谢谢，让你看到了一次现场的碳烤牛肉。你是在小红书上面找的吗？对，小红书上面算是你的搜索引擎啊。这个也要烤，这牛肉可咋吃啊？还加点葱吗？而且它加的是金葱哎，不用加任何葱。这也要烤，哇哦。我们点了超多，一桌子满满当当。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来买喜茶。我又点了跟上次一样的，他点了一个，你点什么？桃子吗？对，芝芝桃桃，芝芝桃桃跟豆豆波什么波。今天是年30，我穿的是短袖。看这个人穿的，他穿的是啥呀？毛衣，你要尊重一下南方的冬天。23度的珠海，穿了一个毛衣、毛裙、大靴子。家过年了，他家离我家4公里。找你啊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是大年30中午，我今天负责的菜是咖喱鸡，我爸现在在给我准备食材。一个够吗？加一个。土豆。这边我买了一袋冻的鸡腿，一会儿给它化一下。然后我这边还有这个红的洋葱，这边没有找到白的，就用这个红的，但是红的应该会比较呛。我问我爸葱在哪儿，他说在这儿。然后我以为我们家洋葱能力这么高，原来是我妈刚买的。好矮呀，真的好累。高个子的娃都要半蹲着干活。我现在炒胡萝卜和土豆，还有洋葱。我们现在把咖喱块放到锅里，我们现在先等咖喱块稍微化开，我们就加这个椰浆，它这个是浓缩版，这样子比较像葡国鸡。我的葡国鸡做好了，最后一步就把葱花撒上。现在是大年30下午5点的样子，我刚在家里已经洗好澡了，准备好了，菜都已经带着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我舅舅家过年。已经开始包饺子了，姥姥、爷爷、舅舅。嗯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一会炸芋头条，先把这个裹的面粉跟炸粉混在一起，炸鸡腿那种粉。哦，炸粉，怪不得这么香。年三十，我们北方人包饺子，自己擀皮包饺子。对，我们都是自己擀的。我们全家人都会擀饺子皮，只有我不会。我爸准备开始炸芋头了，这个
芋头丝切成丝，然后裹上刚刚调的那个面糊糊。以前这个不在我们家都禁止食用吗？高油高盐，第一次在珠海做，以前不回柳州都不会有这道菜。我们先炸了一小部分来试吃一下。好像有点过咸了，有一点像外面买的咸度。芋头炸出来成这个样子，有一点像薯条，但是一块一块的。来来来，你这两个锅都用的。吃了，焖鸭来了，焖鸭来了。三二一。烤肉，油焖大虾。我们的菜上齐了，炝莲菜、腊肉拼盘、柚子让肉焖的鸭，然后这是扣肉、油焖大虾、清蒸黄鱼、青菜，还有这个前菜炸芋头。现在要开始吃饭了，干嘛？等你给我加一块儿。爷爷、舅舅、姥姥，等你加一块儿。拜拜。只有豆豆在加拿大，哈哈哈哈。这一个是玉米馅的，这一盘是韭菜，这一盘也是韭菜。六连转，你买了爷爷赢，你要跟爷爷一块儿买。玩玩还有陪酒呀？有。对呀、啊，你买了爷爷赢的嘛。那我要是买你，你赢了我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，我只有输了。港珠澳大桥大湾区珠海。吴瑞一来我舅舅家就被逼着要弹琴了。围观。